是都是在反手位的话，我想他会越打越顺的。好球。好球，最后可以看出平野美宇的反手的哦前冲式的拉球呢，展现出哦他应有的水准。我可以看，好杀高球，哦漂亮，这个平野美宇节奏相当的快哈，也让朱一麟呢。还眼的动作还没有做好，他就直接的又打上去哈，所以短球哇太长了，哇这个球呢，朱一麟应该自己也知展现出哦进攻的力道，哇要往哦平野美宇的正手送是可以，但是呢你的第一哦，毕竟还领先一分。好，短球还是摆短。哇，那非常关键。哇，这个球呢，朱一麟已经接得非常好了哈。那。在场边观战的呢，也是中国的主教练刘国。反手起，漂亮。好，救球。哇，打到都是来做一个接发球，短球。哇，这种球也是让朱一麟完全没有意料的，这个是所谓的侧切哈。突然改变的一个哦，这个明日之星，好，赛末点，发短球，哇，这个球，朱一麟呢，而且他在，特别是在技战术的一些打法上，确实有很大的空间，上升的空间很大，嗯，而且就从他目前他的潜力来说，他这个越老想着这球的时候，可能越会容易失误，而且你看这个一两个失误没有关系。这球短的，相持。哇！昨天是日本小将平野美宇的生日，啊，所以他战胜了丁宁啊，也是给。我们想办法破掉他。拉起来，相持，相持。哇！哇！拉反手扛住，陈梦扑过去，哇，基本上每一下都有一定质量，你看他发球现在又看你老摆他现在又发一个拱的，打球啊很聪明，变化。而且在改变，对，正短腿摆，好的，拉起来，哎呦，就上了，又一个擦网，他有的时候真是很难说，他这个擦边擦网真是。我这球陈梦拉的还是，是人家先手占多，对，哎呦，特别是他该赢的时候。哎呦，真好！国煞又年轻，现在平野美宇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迎来了冠军点。这样11-7，平野美宇3-0战胜了中国选手陈梦，获得了第23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子。